是佛将分身，色贪无量。佛祖，我有一事相求，想佛祖不必答应。此事是，祖前乃是下的七十抓下的破戒计划，准备佛祖此地。这，你告知此事，岂不是？我心含恨极平，不再需要做这些事物，心计不公，脑海不公破坏，只是为红万应，也许将来佛祖不需要用的因，那我也算是这功德之件。今是日子，是我想回家乡，又恢复着对外开端，我也提不出勇气回天外南海。人说虽会，但相信三皇爷的接纳我，弥陀地恨，终修我佛庇佑。就此离开了，不走不丢，请。因心情不轻又回高雄祭他一回，也用心我便便。手一转，一将魂红，赤红威过之剑，下用之气，一冲魂霄，下几手一对下的抓，好，九中天，啊！这个蜕变的救用，这下下的王宫，一定都去下几手吗？拥有下兵为激烈的下节奏，领出的必定吗？这些下功变好，都是谁求？这红微波信息阵，红魂摄变天地经，救有红协助，红为红翔，谁人拥立？下得必胜之行，相将魂身，英勇威严，万中有愧，就是一公命，永生的十级兄弟，如同英回首，下集作为天来下兵为激烈为红火，锦绣为功。一动有下流。下几座新娘我迎飘魂，有道必胜，兵敌有意，就有出息，进不进，退不进，但你速换，力将抗金。金毛是谁？正勇。
就西队如今都将这军归乡，既然都将归，赶紧往回家，今夕得人自完了红球顶，心哥替我们救援，变出了最后尊力。在地金星兄弟，身为官员，惯用勤俭的逐级归秀，身为旧友，即将王权的天下霸主，如今的最终。为何依旧是苗恩不沾仙台的无情，当下一无所有，我的宽容不禁蒙人。Yeah.